直播吧。8月22日讯，勇士球星库里在每场比赛赛前都会在球员通道的入口尝试超远三分球。然而今日曝光的勇士新球馆内部设计图则表示，库里的这一招牌将在甲骨文球馆向世人告别。从图上可以看出，勇士新球馆大通中心的球员通道设计在了篮架的侧后方，从这个角度完成超远投篮的难度可想而知。勇士将于2019-20赛季从奥克兰搬至旧金山，并启用新球馆大通中心。新赛季将会是他们在甲骨文球馆的最后一个赛季。